晋唐永，天主，你是我的助佑；上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保障；上主，我切愿向你呈奉祭献，我要赞颂你的圣名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。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，承认我们的罪过，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仁慈的天主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并广施恩宠，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热切，并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米该亚先知书。唯愿你们倾听上主所说的话，起来，在诸山面前进行诉讼，使诸丘陵能听见你的声音。诸山，请听上主的申诉；大地的基础，侧耳聆听吧。因为上主与他的人民有所争讼，与以色列有所争辩。我的人民，我对你们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叫你们讨厌？请你答复我。难道是因为我由埃及地领了你上来，从奴隶之家赎了你回来，在你面前委派了梅瑟、亚郎和米利昂？我要到上主那里叩拜至高者天主，应进献什么？应进献全燔祭，还是应进献一岁的牛犊？上主岂喜悦万千的公羊，或万道河流的油？为了我的过犯，我应否献上我的长子？为了我灵魂的罪恶，我应否献上我的亲生儿子？人啊，上主已通知了你什么是善，上主要求于你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履行正义，爱好慈善，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你们应当给我聚集起牵进我的人，就是那以牺牲与我订立盟约的人。诸天要宣示天主的公正，因为他要亲自审判世人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我并不因你的祭献而责备你，因为在我面前常有你的全燔祭。我用不着你家里的牛犊，也不需要你羊圈里的羊。行为正直的人，
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你怎么胆敢传述我的诫命？你的口怎敢朗诵我的法令？你岂不是恼恨规矩，将我的话置诸脑后吗？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你既做了这些，我岂能缄口不言？难道你竟以为我像你一样？我要责斥你，指明你的罪行。奉献送谢祭的人，就是给我奉献光荣赞颂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你们今天不要再那么心硬，但要听从上主的声音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征兆给我们看。他回答他们说：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，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。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3天3夜，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3天3夜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听萨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在今天的天主圣言中啊，不管是读经一，还有答唱咏，还有福音，我们都看听出啊，上主责备的口气。这是因为天主爱着我们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天主希望我们能够悔改，得到他的恩宠、救恩。在福音中，耶稣很痛心地责斥了天主的选民和他们的领袖，指出他们是邪恶的、淫乱的一群人。天主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恩宠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懂得，也不愿意归向天主。读经一中，米该亚先知啊，通过先知，天主也在反问啊他的子民，说：“我的人民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叫你讨厌我？请你答复我。”听起来啊，仿佛是圣周五在朝拜十字架时的啊苦难歌，是对天主选民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问话，邀请我们全心的归向天主。到底上主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呢？米该亚先知指出，上主呢，需要我们的关键的不是我们的祭献，更不是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祭献孩子，把孩子杀死祭献给神，而是活出那份天主子女的应该活出的生活。具体的呢，
米该亚先知指出了三点，是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。我们的心呢，就是心怀慈爱 ，love tenderly。我们的手呢，就是行为正直 ，act justly。我们的脚呢，就是以谦卑的心来跟随上主，walk humbly with the Lord。所以在英文中呢，这个三个首字母 ，love tenderly。Act justly, walk humbly with the Lord. L-A-W, law. 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新的法律，让我们成为悦乐天主的人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今天呢，天主的圣言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天主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的宗教仪式我们参加弥撒，念玫瑰经上主慈悲，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是呢，这种属灵的态度，以及圣善的生活，是我们的宗教仪式的延展与成果。这个最终的成果，才是我们天主所需要我们的。我们圣善的心灵和生活。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让我们今天聆听上主的声音，我们以圣善的心正直的行为，去虚心的与上主同行。阿们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酒水的掺和，象征了天主启入我们的人性。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。上主，万有的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，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，求你悦纳。上主，求你洗净我的罪污，涤除我的铅油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奇献的圣祭，往上主有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天主，你以基督唯一而完美的自我牺牲，完成了旧约的祭祀，求你接纳你子民虔诚的奉献，并圣化这些礼品，如同你曾圣化了亚伯尔的献礼一样。但愿我们每人为颂扬你而呈上的祭献，有助于普世人类的得救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
你原不需要我们的赞颂，我们对你知恩报爱的心愿也出自你的启发，因为我们的赞颂并不增加你的内在荣耀，却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有助于我们自身的得救。因此我们联合天上所有天使一起赞颂你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新得的好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赐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到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、我们的主保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
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来自上主的平安。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。赦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赦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赦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赦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愿基督的圣体圣血保护我们得到永生。主耶稣，我真心全心你，在身体生死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，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，愿我完全与你结合，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，不让我与你分离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你既在这盛世中恩赐我们饱享了天上的食粮，请你扶助我们借此奥机获得力量，好能革除旧习，善度新生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你们去传布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